大姐好，我想制作这样的视频很久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我是如何，关于我是如何学习中文，的，并且让自己学习中汉语，或者中文，是如此庞大，和困难，要达到接近。母语人士的水平，你需要花10年时间进行大量学习，但我已经达到了可以说大多数事情的水平，并且我理解了大部分的文本或者。并且，不是所有我不断学习新的符号和单词，这是非常非常多，我听力有点问题，只能听懂一半，听中文是另外一个层次了，工作学习。多年，我要告诉你们如何学习中文，因为这种语言有极大语言有很大不同，也许有人会利用这些技巧帮助他们掌握。这门语言，并享受，学习的乐趣。如你们所知，中文中有字符，没有字母，没有字母标，每个汉字就像一个音节，每个符号都有指定的含义和发音。你们必须注意用心。如果这些符号结合起来，它可以产生不同的含义。我们也有声调，我们必须适当的发出音节的音调，因为不同的声调。可能有不同的含义，对，但是世界上唯一的声调语言。现在，当我说话时，你也可以听到我尝试适当的发音节，但这个非常重要，并且影响我所说。的意思。现在吧，我给你们一些例子。买，그봐봐지。买，쓰다봐지。是，매지。十，제시한지。이예단이그래서学나오카学그래对，所以吧，这就是为什么听中文很困难。我们必须听并识别声调，其他语言中并非如此。说声调更容易，我们可以像我一样，通过移动手指来互相帮助。当你谈到书写汉字时，中国人可以做得又好又快。他们在学校里学的，我不学的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大好事，而且没有做太多事情。你们可以使用字母和系统在手机键盘上键入。
或者，我们现在有冰箱相对应的适当支付，对。我看了很多带有中文字幕的电影和连续剧，我练习理解角色，并快速识别他们。什么我呀？什么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，你们看到倒一转字符，你们升级。能明白了，上边写的是什么，以及它含义。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在网上收拾了500几本汉语单词，然后上传到艺术家英雄张旭中。大约一两个月就学会了，也是对，然后我读了很多文字，正如我所说，还有中文字母的电视剧，为此我使用Memrise 应用程序。我上传所有内容，并从中学习。Language Tractor 插件也对我有帮助。我们在 Netflix 上有一个连续剧，或一部电影，同时有两种语言的字幕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单词，我们点击它，它会立即显示。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性，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对，在练习口语时，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很多符号，并且有一些东西可以用来造句，那就有意义了。我们可以在对话中言之语或者有没有人是教堂，或者有中国朋友，如果有的话，教堂。西伟，如果你正在跟这个我向你致敬。如果我们坚持这些步骤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很快，当我们的词汇量和汉字识别能力，我们就能很快达到一个好的水平。几个年后，你们就可以达到高级流利程度。好，这是都我想说的这么多了，谢谢大家了，观看，再见。